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份责任吧。我在我的任职发言上也说，我说这是一份责任大于职位的这个工作，那我将继续努力吧。还有一个，我们其实现在更注重的是传承，还有就是发展。所以其实从去年曹禺剧场开幕，我们就启用了大量的年轻演员去挑梁，这也是仁义的一个步骤，就培养年轻人的一个步骤。